哎，那老乡，这回没错，这回有你。瞅瞅你乐滋滋的，能看不着吗？那儿，哎，江红，江红有你。江红，江，这儿，江红，江红。哎哎，那这儿呢？我吓死我了，我刚才没忘呢。哥，这回咱仨一定要一块儿进国家队啊！那不必须的吗？我看还谁？ 哎，老陈，江红，来给俩露一手啊！露啥呀？他出来咋那么快？ 多加了点。咋样？我这弯道加速。凯哥，你跟谁学的呀？是不是教练给你开小灶了？开啥小灶啊？我自个儿研究的。牛啊！你能教教我吗？啊？一般咱们过弯的时候，不都是先压一个长弯？ 等过了顶弧才开始收圈压加速吗？这么一滑，很容易就让那道选手给超了。我这么滑，多加两道，弯道上持续加速，这样咱们能超别人，别人超不了咱。国家队选拔赛，咱就这么滑，指定能赢，信我的。哥，我懂了，我给你试试，你帮我拿衣服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有点难。不行，你这种滑法太冒险了，万一要是没超过别人，自己很有可能出现意外，风险大，赢面才大嘛。老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照传统滑法，那道选手一下就钻过去，要想赢，必须得有绝招。哥，我觉得技术。 虽然有点难，但要是练会了，肯定是个绝招。你要不试一下？这什么绝招啊？这就是赌啊！就算是赌，你连试都没试，你咋知道不能赢啊？哥，咱还是练一练吧。以我的技术未必可以，但是以你的技术，肯定没问题的。你试一下。 算了，老陈有他自己的主意，走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跟凯欣他们伤兵来着。 因为主意就忘了时间，等时间长了吧，这天快冷了，下回别等我了啊！这是我自个儿织的围巾，暖和不？暖和，特别暖和。9点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也得回家了。赶紧回去，我回家了啊！ 马爷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被你们这人发现，对你影响不好。没啥好跑的，这大晚上的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。今天就练到这儿，解散。谢谢教练。 都该磨了呀！哎，我优势用完了，借你俩的用用呗。要啥优势啊？一会儿江红就踢你。凭啥优势我磨？
你磨刀快啊！上来就是我磨的，不磨帮忙呗。哎，给我来一下。哎，好。你俩回头把东西给我收拾啊。你们知道教练找队员啥事儿吗？啥事儿？听说有别的项目队员跟他老婆撞，说咱们队长偷偷搞对象。我觉得有点扯，这说谁搞对象都信，咱们队长一脸正气。谈恋爱是队里明令禁止的事情，我跟队里领导再三反复强调，运动员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就谈恋爱，这无疑是自毁前程。你是短刀不滑队队长，更应该有这个自觉性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犯糊涂。敬业啊，去年国家队选拔赛上你出了意外，今年这个机会你无论如何都要抓住啊，别因为这些事儿毁了自己的前程啊。他的人品领导们还是相信的啊。哎，这样你呢写个保证书，保证今后跟人家姑娘断绝关系，这些事儿就算压下来了啊。你该参加训练就参加训练，该参加选拔就参加选拔嘛。你必须向队里表态，你是想滑冰还是想接着谈你的恋爱？陈敬业，主任这是在给你机会呢。荒唐！敬业，咋办呀，凯哥？这累都是过来人，谁没年轻过，是不是？叫我们也知道你妈来了，可是没有办法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对运动员来说，时间不等人呐，错过了最能冲成绩的这几年，往后再要后悔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这件事儿，你是不是得考虑清楚啊？进。教练，啊，感情啊，有事儿啊？好，那个敬业那事儿，你看能不能再跟领导商量商量？他是队长，成绩也好，谈恋爱肯定不会影响他，而且训练的事儿他比谁都上心，这您也知道。你以为我不想帮他争取吗？啊？别的什么事儿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唯独这件事儿不行，队里绝对不能容忍。就是因为他成绩好，上头这么声势浩大的来劝他，要是换了别人啊，恐怕呀开除通知书早就发下来了。你跟他关系好，回去劝劝他，啊，他这人呢、啊、脾气倔，到现在还坚持不松口。那以后呢？你能保证有一天他琢磨过来，就不后悔吗？海鑫，你找我啥事儿啊？那个，我想找你聊聊老陈的事儿。是这样，下滑啊，快锦标赛了，赶紧把成绩提上去，听见没有？
不好意思，哥们儿。咋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周大哥，你跟孩子的事儿得有个说法吧？陈经理，有电话，院打来的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哥，我觉得你还是把事儿跟孩子说清楚吧。啊，我知道。姑娘，拍个照片留个纪念吧，快，一等科学，五分钟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等男朋友呢？照相喊我，就在下边。哎，海燕，对不起啊，本来应该周末约你出来，我们临时加练，没来得及跟你说。那没耽误你们训练吗？啊，没，咱走吧。哎，咱们去拍张照吧。怎么突然想起照相了？这又又贵，拍这个不好看。过几天我找凯欣拿相机，咱们俩好好拍一套。以后咱去别处也拍。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一张照片都没拍过呢。今天先拍一个，往后再用相机拍呗。走。师傅，给我俩拍个照吧。哎，好嘞。时间长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多好的一对儿啊！笑一点，笑一点。哎，来，往低点，往低点，往低点。一，二。三，怎么给我照的这么傻呀？还是你好看。我也挺傻的。哎，海燕，要不以后不画饼了吧？瞎说啥呢？你从小就干这个，你不画饼你干啥去啊？我是想画饼，可是我喜欢你画饼。我只要看到你画饼，我就打心底的高兴。行了，你也赶紧回队里吧，我得回医院了。咱们不是才刚出来吗？海燕，怎么了？今夜，我们分手吧。
真的跟王海燕分手了？我们陪你。谢谢兄弟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喝多吧？黑龙短刀，黑龙短刀，金牌闪呀！宋江速滑，江牌全拿，黑龙短刀，金牌闪呀！宋江速滑，江牌全拿，黑龙短刀，金牌闪呀！宋江速滑，江牌全拿。滑的真差！你谁啊？现在是专业队训练时间，无关人员禁止入内。跟你说话呢？你们教练叫我来的。教练？叫你来干嘛？你们这冰场不是自己的吧？这儿冰，和冰球一块用的。早就听说你们这场地设备不怎么样，可没想到这么烂。练冰的人更差，怪不得这两年成绩越打越差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。谁呀、啊？谁这么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呀？小弟弟，练过几年冰啊？话别说那么大，来，上来咱俩练练。哎，就你那姿势啊，你学学。知道的以为你是在滑冰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在溜达呢。你别说，学挺像的，是吧？咱别光耍嘴皮子，你现在换鞋，咱俩比比。你这冰吧，我怕硌着脚。替我跟你们教练说一声，就说我按照爸妈意愿来了，但是呢，这场地和人实在是太差了，没看上。走了。你要走赶紧走，我们还看不上你呢。你要看，赶紧走！喂，教练。有没有人到馆里找我？有啊，说话那叫一个难听，被我跟思聪给怼走了。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！你们不是要求练速度吗？那是我好不容易找来给你们提升速度的，咱们陪练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们才不需要这么臭名昧外的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刚才上去那位也是你们青岛队的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好，我叫张浩宇，我非常乐意加入你们青岛队。啊？欢迎我。郑教练，
还行，人给我留下了。我没那么大本事，人家看上的不是咱们队，是罗柱军。速度确实挺快，可是他根本就不是奔着滑冰来的，动机不纯，这种人我们不能留。你管人什么动机呢？留下就行呗。他呀，在韩国学的短道速滑，后来荒废了。但是无论从速度还是爆发力，非常有天赋。我让他来啊，就给你们提高速度的。他来，咱接力就有希望赢，知道吗？那你先给我预告一下呗。为了让我们练接力，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招数等着我们呀？让大家集合。集合！好，介绍一下啊，张浩宇，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青岛队，以后和傅聪一样，除了个人训练之外，带一下女队的速度啊。好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和大家一块训练，也希望大家在往后的训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我呢个人比较喜欢朋克，我觉得朋克特别酷。宿舍是不是还有个床位？有。罗志军，搬回宿舍啊！从今天开始和大家一起住。好，那我宣布，接力配合训练，从今天正式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训练。陈敏，加练去了哟。是啊，我可是要争取第二棒的人，不加练怎么行啊？真有毅力。哎，他搬过来了。这都不是重点。嚯，果然是有钱人。哎，他到底啥来头啊？能有什么背景啊？我只听说他爸妈都特能挣钱。他之所以这么霸道，那都是家里从小就宠出来的。我还听说他之前在大清队的时候，有个队员惹了他，他穿着冰刀就把人家一顿踢。后来大清队乃至整个东北队没人敢要他，要不是他成绩好，拿过那么多第一，我们队也不要他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觉得以后可得绕着他走。那可不。那倒也不至于吧，他脾气是大，但是都搬到咱们宿舍来了，就互相体谅着一点吧。哦对了，他这东西也太乱了，我估计在家他自己也不收拾。那个乐意跟着我收拾一下。不是，啥意思啊？朵朵，快点。哎呦我去！来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哎，你们看，快看这个，可是定制颜色名字的脚型鞋。一双得好几万呢，就这么乱放。要是我有这样一双冰鞋，我肯定就把它放到我的床头，每天供着。我早上拜三拜，我晚上拜三拜。你干什么？是，我就看着挺乱的，帮你收拾收拾。你下次这么贵的鞋呀，别乱放，挺可惜的。我的东西，你们最好别乱动。不是，是我让大家跟着一起收拾收拾的。大家都在一个宿舍嘛，互相帮忙啊，就是别伤了和气，别伤了和气嘛。没人想跟你们住一个宿舍。如果不是教练，我才不稀罕来这种破地方。你说话什么意思呀？这是我们住的地儿，你要不想住的话，你走啊。我是走是留跟你没关系。我再警告你们一遍。哎，咋的？你还要穿着冰刀像以前那样踢我们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干嘛闹手呢你？我们也不想知道，但是他们是帮你整理东西呢，你不感谢你就算了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们是你队友，又不是你敌人，当敌人你们也不配。你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！啊，这家伙，动手！哎哎哎！冷静点！行了，别了！冷静点，怎么回事？你们这是？怎么回事？没事。哎，老师，走，我就别回来了。别吵了，大晚上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这女生宿舍，你俩来干嘛来了？不是，大晚上吵什么呀？没事，那有事再叫我呢。行，散了。
面，气死我了！孩子，选拔赛马上就开始了啊，把你们的状态都拿出来啊！咱们的口号是什么呀？喊起来！黑龙断道，金牌闪亮，龙江速滑，奖牌全拿。黑龙断道，金牌闪亮，龙江速滑，奖牌全拿。不是江红，你最近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你这状态也不行啊！你这样怎么去参加选拔赛呀？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就得跟那些十岁的孩子比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教练。去去去，继续。抓紧，抓紧。哎，你咋了？没事，哥，可能这几天太累了吧，有点没劲儿。快比赛了，别松劲儿。我知道，哥，那个下午我有点事儿，能不能和教练请个假呀？啥事儿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打起精神来啊！陈金叶，电话。谁呀？医院打来的。喂，海燕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大夫，你就帮帮忙吧，你再帮我抽一次，我肯定没事儿啊。没事啥呀？没事啊？没事都晕那儿了。我那是因为今天早上别整那没有用的啊，坐那喝点水。小红，哎，大夫，怎么回事啊？咋的？你们一个单位的啊？赶紧好好劝劝他吧，这一个星期都抽了一次了，那血小板现在贼拉的低，刚才直接晕那儿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什么事还献什么血啊？他这哪是献血呀？好好劝劝他吧，都这样了，刚才还让俺们再给抽一管呢。跟我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什么没事儿？没事一礼拜来抽两回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哥？当然是了。那就赶紧说，怎么回事？说呀。我妈前段时间来找我，说我姐生病了，需要手术，要用钱。不过你俩不用担心，钱我马上就凑够了。靠卖血凑钱啊？那要凑不够呢？肾是不是也得卖了呀？不要命了你？不至于。哎，走，钱的事我俩给你想主意。哥。走啊！我这就剩这么多了，你别着急，剩下的老陈肯定有办法啊。这吧，哎呀，拿着吧，没多少。哥，咋样，老陈？几个月工资都在这儿了。
队里的兄弟们也给你凑了点，但是还差一千，不好意思啊，小红。我去把我妈存折拿来，我妈存折肯定有钱，别整那歪门邪道的。哎，饺子来了啊！谢谢老板。哎，你们几个慢慢吃啊。哎。哎，老陈，我看老板那酒不错，看着年头了，咱得拿走卖了。开吧，你别闹了。要不然，我还是再去卖点血。闭嘴！二舅母拉白菜那三轮车还在吗？你问这个人，没事，别管了，这回肯定能解决。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就行啊。这能行吗？这叫以史为鉴。当初你们跟咱师傅不就这么把我拿下了？我都算好了。5块钱一圈，咱们划200圈就赚够了。大哥，5块一圈，能有人来吗？那可是大海从日本带回来的进口游戏机，赢了咱仨就能拿走，谁也不差这5块钱，谁不想试试？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，5块钱一圈，比啥啥合适，拿啥啥带劲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，5块钱一圈。赢了日本游戏机拿走5块钱一圈，看见了吗？老本行这就来了。有没有兴趣啊？都开始！哎呀，慢了啊！等会儿，一会儿再来一圈啊！哎，那是兄弟，你没挤了吧？来呀，一起啊，开始！哎呦，多的了！预备，开始！小伙，给拿1块钱，来给你大姐。再来啊，大爷！好嘞，谢谢。5块钱一圈，划不了池，我也划不了上当了啊！5块钱一圈。老哥们儿，你们是不是也扰乱市场秩序啊？你们5块钱，我们生意怎么做？什么叫扰乱秩序啊？啊！出门做生意，各凭本事赚钱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没碍着你啥事儿啊。不走规矩了是不是？行。老板，还挺横的。来吧，歇会儿吧。我来吧。预备，开始。行了。刚才人谁啊？大胖啊，嫌咱们便宜，人都跑咱这儿来了，不乐意了。别管他。数点钱，赚够了咱就收摊。快点，快点，老陈！来，他们来，就这人了。哎，就他们。老陈，老陈，别慌了，快跑！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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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！豆子，豆子，小王。你那有多少？
差不多500。那还差点啊。没事，回头把大海的游戏机一卖，咱仨再凑吧凑吧，钱就齐了。啊，成。那行了，拿着。真嘴笨，我也不知道说啥。反正这辈子我就跟着你俩了，你俩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就算当牛做马。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啊，赶紧把钱寄了，回去好好训练。你要是进不了国家队，我跟凯欣可不等你啊。听见没有？嗯，放心吧哥，我肯定好好训练，到我跟你们俩一块儿去北京。行了，上车吧，别说那没用的了。等咱姐手术动完了啊，先给咱二舅母换辆车吧。什么呀这是？赶紧走，走。别说话，别说话。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. 北京。太幸福了，我们这一代人等这一天啊，都等了半辈子了，终于等到了。那教练，这顿饭您得请吧，不能再 A 了。啥时候 AA 过？教练，啥时候 AA 过？什么时候 AA 过？什么时候让你们 AA 过？不用你们教练请客，我请你们吃大餐。积极一点行不行？你高兴点儿。冬奥会都申办成功了，咱们队不得表表决心吗？你表决心，你去表啊！你让我队去参加什么表演赛呢？不是白表演，哪是白表演呢？我跟你说，那冰刀款没申请下来，我不得补救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次表演成功了的话，换个这，看了吗？去韩国交流，会吗，老郑？申奥成功的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哈，那我能做什么呢？宣布就那一刹那，从教练员就到运动员，真是都特别特别兴奋。我记得我们老师当时特别激动，激动的好像就热泪盈眶，我记得好像哭了。这个项目的春天到了，哈哈，项目的春天到了。这对所有冰雪曾经从事冰雪运动员来讲，从来都没想过。哎呀，如果申办成功了，我一定给我弄留票啊！我要去回去看比赛啊，等等等等。我肯定去不了赛场了，我也不能去参加比赛了。那我能做的就是，我一定要把苗选好，培养更多优秀的运动员，
去把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得到的那些去进行传承。我们在搭一个最好的这个舞台，让这些运动员能届时能展现最好最高的水平。冬奥会的举办应该说对整个的中国去扩大冬季运动的这种参与，包括可能对体育产业的这种推动，我觉得都会起到很重要的这种作用吧。我老家在江苏徐州，那以前哪有雪场啊，但是现在一到冬天，这种娱乐性的大家都也都可以滑雪了，已经不是90年代我那会儿工作的时候怎么想象的了。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曾有一片雪花缓缓落下在我的手心，落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从此不曾融化。也许我普通的如此渺小，也许你一直都还在寻找，可我们都曾如此真实而且的存在过，像空气一样。